你的英文名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猪佩奇。啊，小猪佩奇啊。对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妈妈。哎呀，为什么我们不就是我们不就是野猪？说一下我们的 slogan， 来，我们一起说。我是佩奇。我怎么不知道什么 slogan？ 野猪一家，野猪一家。这是我知道的，你知道所有的，因为当时吃饭的时候他不在。好、啊，那没事了。小猪佩奇，你这没有挑战性，这他没有，然后他哦，你要学，再放一遍，你要学，再放一遍，你学吧，你要学谁、啊？你用四川话说吧。四川话。大家好，我是佩奇，我是佩奇，这是我的弟弟乔治，这是我的弟弟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妈妈，这是我的爸爸，这是我的爸爸。你们为什么？小猪佩奇，小猪佩奇，为什么你们没有？就是他也没有每一句都学猪叫，这是我的特长 slogan， yeah, I know。天哪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们就是特意准备了那个学猪叫是吗？他们，哦，树懒们，哦是，所以这是你的小树懒们，这些环节是他们定的，不是你们定的高级、啊。那肯定是我无疑。我的绝对是高级，哎，你一定要给我开箱。他那个特别的嘚儿，他那个需要什么？多嘴。啊，好，那不说了，他那个就是需要你。其实破坏你的形象。哎，今天吴宇恒还是从那个垃圾堆里把我的礼物捡回来的。那是因为谁呢？你为什么？你要说全？他把送给我的礼物，然后拍了一个小视频放在袋子里面，然后就发到了群里，然后他就以为放到了我的房间门口。就是我早上起床之后，就是一开门，就是怎么找也找不着，然后最后就在那个放垃圾的地方发现了。我原本就想你早上醒来就可以收到我的礼物，然后我走到那个房间门口，我看门口怎么这么多东西，我以为是大家都已经提前一天把礼物都放在你房间门口，没想到那一堆全是来。它是圣诞树吗？要放他门口礼物，肯定是敲门。我当时还想说，大家真的好丑。结果是另一家扔的垃圾。结果是垃圾，是另一个住户人家扔出来的垃圾，然后我就把礼物和那堆垃圾放到一起。怎么办？去对一下明天的台词。我们就到那个这边，对，我们演一下不知所措。这边就走。啊！天哪！奶奶，你自己加油啊！哎，我鞋呢？